各位，大家都聽過一句說話咧，叫打蛇打七寸，其實有下聯噶，大家知唔知啊？就係、是、打蛇打七寸，打人打小掩啊，即係打佢嘅要害，今日先得噶嘛。打蛇打七寸，打人打小掩嚇。點解講呢樣嘢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亡我之心不死啊！嘅美帝呢條咁嘅屎蟲啊嚇，美帝咧家下就喺度玩緊呢家嘢，就係、是、打蛇打七寸，打人打小掩啦。佢簡單嚟講，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呢個拜登啊，美國總統啊，拜登呢、這個即係個老人痴呆總統嚇，阿拜登喺度領銜主演緊。啊！呢、這個蛇王燈嚇、啊，自然就蛇王侵啦。啊，侵侵都係咁樣嘅，都係扮演打蛇打七寸嘅角色。咁而家拜登都係嘅，所以佢叫蛇王燈啊，唔係蛇王力或者蛇王叻喎，蛇王叻啦，而家唔知去咗邊啦嚇，我荷蘭叻咧嚇。嗱、啊，真係可以話沒有最 cheap， 只有更 cheap。Charlie Charlie cheap boom boom，Charlie Charlie cheap boom boom 嗰種啦嚇。點解咁講咧？事關呢個東京奧運會，嘣嘣嘣閉幕啫嘛，啱啱閉幕，呢個殘奧都未開波，美帝就已經吹雞啦，吹雞啦，吹雞啦，即係咩咧？嗱，早幾日咧，啲美國國會議員誒參眾兩院都有嘅，開曬會咧，一早咧已經爆曬響口話要取消嗰啲啊，出年二月初舉行嘅北京冬奧嚇，二月四號啊，或者要索性換個地方，呢度啊唔得嘅，係有種族滅絕啊，又搞新疆，又搞香港，又搞台灣，搞呢搞啦，霸南海、霸東海、霸台海咁唔得，即係嗰種啊嚇，違反曬人權，違反曬嘢喎，喺度玩嘢嚇、啊，甚至乎係啊開曬會喺美國國會度咧 ，call 曬啲啊大商家嚟照費。嗰啲咩 Airbnb 啊、Coca-Cola、Intel 啊、P&G 啊，仲有就 Visa 卡啊，叫佢哋一個二個啊，真係啦，全部趴低屎忽向西，即係要取消啊，贊助呢個北京冬奧嚇、啊。雖然而家喺度擋緊，但係都唔敢擋太多，都係要睇定啲咁樣嘅，係咪？而美帝亦都開始叫啲盟友啊。當然日本唔少得啦，我都話我都搞完啦，東京奧運係咪？哎呀，你攞唔到第一嗱，唔好意思咯，唔關事，係攞咗㗎，偉大祖國攞咗㗎。阿、啊、王祖賢倩女幽魂嗰、那個黎明啊，佢紅日阿王祖賢五啊幾歐都越嚟越愛國，雖然係台灣妹，佢竟然咧係唔係竟然果然咧係將偉大祖國嗰38面金牌加埋香港一面。金牌39面咧，再加埋中華台北嗰2面，係41面，係贏咗美帝嘅，唔係講笑嚇，真好嘢！呢個倩女拗痕真係拗得好啊！呢次唔係拗撈啩，倩女拗撈咁好似怪怪地喎，係咪？總之要取消啦嚇，要啲盟友咧一齊杯葛。啊！呢、這個即係日本啊，固然校犬馬之勞啦，澳洲唔使講啦，四眼聯盟、眼聯盟都唔使講啦，係咪？歐盟都有啲國家會搞啦，東歐有啲國家會搞咯，即係睇怕咧，真係可能搞得成噶喎。杯葛呢樣嘢，總之而家搞緊啦嚇。咁、啊、而個問題邊個問題就係話呢個蛇王燈啊，拜登究竟係玩咩咧？玩咩僆仔即嗰種咧嚇、啊？究竟點解要咁做咧？啊！答案其實已經講咗㗎啦，開場嘅時候，知唔係就係、是、打蛇打七寸，打人打小掩，就係佢諗住打偉大祖國嘅小掩，嚇、啊、偉大領袖嘅小掩，打你嘅要害，你最著緊嘅嘢就係佢哋以為咧，大大咧啊，好很想咧喺佢任內啊嚇，搞一個史上。世上全宇宙最強嘅奧運會，唔理佢夏季奧運會又好，冬季奧運會又好啦，都要係史上最強嘅，史無前例嘅。即係話咧，唔單止要遠遠拋離佢老友阿普京啊，嗰陣時領銜主演嘅第一男主角嘅2014年俄羅斯嗰個索契，有啲人叫索契啊，索契奧運會啊，冬季奧運會嗰陣時啊，哇，使咗好多億去搞嘅，咁啊，普京自己威曬啊嘛，一條威過佢，起碼10倍。
更加要勁抽過2008年嘅北京奧運嗰陣時，全世界哇嘆為觀止。但係嗰陣時揸咗嗰陣時大大都仲係國家副主席啫嘛，入咗常委嘅，但係真係揸咗個叫做錦濤啊嘛，係咪？你咁威，我一條威過你，咁先係千古一提，即係不世出嘅英明領袖，我都覺得好贊成。小弟作為一個愛國者，係完全贊成嘅，因為咁先可以突顯到東升西降，東風壓倒西風，係嘛？即係老毛話齋嘅，咁先可以證明時與勢都喺我哋中國呢一邊，咁先至咧，即係最重要嗰樣，咁先至可以顯示中華民族果然已經係偉大復興啦，果然喺英明領袖呢個偉大領袖嘅英明領導底下，係偉大咁復興啦。本來呢次都係，而家都係嘅，其實都話計埋香港同中華台北啊，唔係計埋中國香港同中華台北。Hong Kong China 英文就係另一句 Chinese Taipei， 咁咧贏咗噶啦，已經係世界第一，係咪？即係冇得講啊！咁即係就係睇呢個七寸，就係呢個小掩，你最想做呢樣嘢嘛？我咪搞你呢樣嘢咯！即係等於吳三桂最我痛愛嘅陳圓圓，俾阿李自成搞啊！大佬雖然係名妓，即係好似好多人搞得啫，你咧我唔玩一件事，你玩有冇搞錯啊？係咪？嘿！咁啊，於是乎衝冠一怒為紅顏咯，我最著緊嗰樣嘢噶嘛。而家呢個美國佬啲美帝呢只黐精咧，啊啲尤其呢個蛇王燈，就係睇呢個位，就係食落去。你最想趁你因為咁呢幾年啦，未試過做到咁大啊嘛。杭州咩 G20 峰會係都係一個即係有20個啲領袖嚟啫，點同一個哇19000多個運動員一齊冚冚聲，全世界數以億計嘅人喺度睇電視嚇，即係大強國裏邊都14億啦，唔好講咁多啦，係咪？咁你其他國家哇幾廿億人睇住嗰樣嘢啊嘛，呢一點咧先係最最最重要嘅。咁你都睇到萬邦來朝，犀利過乾隆王嗰種啊嘛，這個就係咁。不過因為知道你咁咧，呢、這個 chip 精拜登咧，蛇王燈咧就係食住呢個位咯，係咪？佢想搞串個 party 咯，杯葛到你固然可多數杯葛唔到嘅嚇，我開定包答。但係喺蛇王燈嘅眼裏邊，或者盤算裏邊，佢明知杯葛唔到都唔緊要。首先，即使杯葛唔到，杯葛到固然 jackpot 啦 ，hit the jackpot 777，哦，大家玩個老虎機知道 ，hit the jackpot， 呜，叮咚隆咚，叮咚隆咚咁，哇，真係發達。但係如果真係777，好難搞啊，都唔利是噶。就算明知嚇杯葛唔到你嚇，搞下呢啲動作都係好事。第一都可以羞辱你，你違反人權，你種族滅絕，你強迫勞動，你搞埋曬乜嘢新疆棉、舊疆棉。係咪？嘿，搞埋曬香港啲乜乜物啊？啊，梗係一個妖言惑眾啦！啲唐華永遠會得逞嘅。但問題咧就係、是、你咁樣搞嘛，咁咪會羞辱到佢咯，羞辱你就好啦。跟住咪攞嘢咯，跟住咧就係、是、嚇、啊、意思啦。你想我收口冇問題嘅，暗口費咯，起碼都要喂嗰、那個貿易談判係咪要重啟啫？係咪？你俾翻啲嘢嚟先得㗎，你唔想我講咁多嘢？係嘛？你從阿拉斯加度趌我喎，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啊！不吃呢一隻套，佢嘢係邊一隻套咧？安全套嚇，即係避孕套咩套咧？係咪？咁即係佢而家要趌翻你，我都話美帝都始終人哋係做開世界一哥啊嘛！你咁趌人哋，始終揾個機會復出嚟。首先收入咧，第二就係攞水啊嘛，攞 Jackson 啊嘛，乘機個情形就好似過年過節大時大節，啲古惑仔以前咧捧盤吉嚟，又係過農曆新嚟，啊抬盤吉嚟，跟住咧話啊封關窩老毛恭喜發財，生意興隆啊，蒸業務蒸蒸日上，哎呀老毛！咁樣嘛，即係好老實。大家喺旺角啲商場都遇過，小弟都遇過，係咪？不過好多年前啦，而家都邊有啊？嗰陣時做下啲小生意，發夢咧就喺信和中心買嘢啦，試過嘅都賴嘢，哇！係執搞下搞下都幾金嘅。啊，原來唔覺每個月蝕少少，每個月蝕少少，一年埋單咧蝕好多嚇。咁啊，嗰陣時靚仔時候20幾歲就試下啦。好啦，啊喺嗰陣時信和啊嚇，好啦咁啊。
都會有啦，係咪？都遇過啦，過時過節。你唔好講嗰啲啊，託你又冇埋絲，冇埋龍嗰啲，咚撐啊，唔係，嘣嘣隆嘣，嘣嘣嘣，得得碌得得得咁樣嘛。哎呀，咁啊，成個獅子大開口咁問你攞利是，咁點搞咧？係咪？就係揾咁樣啦，就係類似台盤吉啲古惑仔台盤吉啊，或者係冇阿師，甚至冇龍啊難嘅嚇，冇師以前都好興㗎嚇，而家要攞牌啊，咁但係有啲地方都有，但台吉就唔使攞牌㗎嘛，運吉者然係咪？你問阿張五常阿師啊，係咪賣吉者然賣佢係攞冇，就係呢種啦。美帝都話衰落啦，做埋曬呢啲泊車仔嘅嘢啊，呢啲即係所謂四狗仔嘅嘢，係一般古惑仔做嘅嘢，揾唔到食嗰啲古惑仔，從來啲古惑仔喺旺角百老匯好時啊咩咪嗰啲咧買咪好景中心賣四仔冇分別嘅，係咪就係、是、咁樣喎？係咪你話呢個拜登係咪真係超級無敵cheap精？超級無敵大cheap精，佢可以話仲cheap過王晶。咁係咪真係好 cheap 先？佢真係好 cheap 啊！不過呢啲人冇好日子過，因為杜馬永遠都唔會得逞嘅，佢哋都係自取滅亡啊！即係等於阿大大話，即係呢種咧就係即係頭破血流嘅，係即係我哋中國人民組成嘅鋼鐵長城，再冚埋嚟，你一定係頭破血流，冇好日子過，唔會搞得掂嘅嚇！俾錢你冇嘢，你除非肯做我哋個附庸國、朝貢國。咁啊，再計，咁啊，多都醒你啊！你睇咩巴基乜坦啊，嗰啲就知啦，係咪？咁但係你美利堅唔肯啊嘛，你肯就冇所謂。就係過嚟啊！唔怕你啫，唔怕你呆，最怕你唔耐，就係咁啊！唉，不過而家冇噶啦，美帝玩完噶啦，玩能源 cheap 精，你家咁 cheap， 點啊大國風範咧？我哋先係啊嘛，係咪？好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每逢禮拜一，大家都知啦。我就會講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留言嘅，而家主要都係 YouTube 嗰啲留言啦嚇。咁就因為最方便啦，我諗大家都係好啦。嗱，講喺8月2號上個禮拜一嘅之後嘅一啲留言啦，我都唔會讀曬咁啊。首先亦都要多謝外父外母大人，佢就輯咗好多嘅，但係我真係講唔曬啊，冇辦法啊。如果有啲朋友即係留咗言都講得好精彩，我冇講到咧就唔係你哋問題，係小弟嘅問題嚇。咁樣啦嚇。咁就8月2號YY 嘅留言話，即係體育做世界第一嘛，司馬之超心啦，係咪？司馬超之心啦，有志氣係好事嚟嘅，不過要問問美國先咯。哇！你都係簡直係銀河唯一的秘密，你好似一早知道啊 ，YY， 你係真係銀河唯一預言師，一早知道美帝咧絕地反擊，可以最後一日咧係有以39面金牌贏中華人民共和國嘅38面，不過你計少咗中國香港同計少咗中華台北嘛，根本就贏咗噶啦，唉呀真係咁。好啦，呢位啊熟客啦 ，W 曾嚇，佢就話：阿財爺認為要迎合強國嘅電子貨幣發展，即係嗰個消費券啦嚇，亦都推出咗電子貨幣交易，加下咧，即係呢一次嘅電子消費券係咪咧？話加下國內人人咧一部手機已經可以走遍天下嚟買賣交易噶啦。財爺的確係外國嘅先鋒，冇得彈啊！哎呀，冇得彈喎。嗱，呢個當然都係電子貨幣交易，但係 more than that 呢個你嗰啲資料，你個手機啲資料俾曬佢知。跟住健康碼，嗰啲叫咩啊？仲有一隻叫咩碼？安全碼嗰類啦嚇，即係你係好市民先至可以買機票，先至可以買高鐵飛嗰啲咧，一路一層一層噶啦。呢一種係電子監控系統。通過呢個或者數碼監控系統嚇，呢個方法咧，你牢牢咁掌握住嘅全面管治權就係咁啦。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嚇，對我哋偉大祖國嚟講。好啦，因為 MCM 君就係話佢話我好矛盾啊，尤生。一方面好想你同你太太離開香港，但係另一方面又唔想你哋離開香港。
想你哋離開係因為你哋如果係 LA， 你就可以暢所欲言講自己要講嘅題目，而阿嫂夫人亦都可以同父母啊、妹妹團聚。唔想你哋離開咧，係因為絕大部分評論員就去咗台灣啊、去咗英國啊、加拿大等等啦，咁樣咧就好似一個一個又一個嘅朋友走曬，真係好唔捨得你哋走，而且走咗亦都讀唔到嫂夫人嘅專欄啦，即係講緊信報嘅專欄嚇。首先好多謝阿 NCM 君嘅關心，亦都其他朋友都有問過類似嘅問題啦，好多謝。不過係暫時嚟講，我只可以回應多謝關心，一切盡在不言中嚇。咁究竟會點咧？我而家就唔可以講住啦嚇。好啦，八月三號。W 曾又是熟客啦，頭先講過嗰位。佢話查實中國法律係寫得好好好好好很好嘅，就好似黨裏邊咧玩日日為人民服務一樣，啊唔係為人民幣服務，係為人民服務一樣，玩得好靚好漂亮。但係喺偉大嘅黨嘅管治底下，往往人治啊多於法治，單治啊多於偶治，係嘛？推治啊多於支持咁樣係嘛？總之係口裏邊講一套，查實做嘅係另一套。共產黨的法律是令人心寒的，聰明人你懂的咁樣。咁啊，始終大家要明白，法律有法律體系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西式嘅法律啦，嚇，即係普通法啦，或者就算歐洲都有大律法，即係西方嘅法律。咁我哋東方有中國特色嘅法律，中式法律呢個先係至高真理啊嘛。中式法律就係將法律咧變成一種統治工具，將法律武器化，用法律咧去管治好一啲人民，就係咁樣嘅。西方法律、西式法律咧就係法律咧係至高嘅。至高無上嘅法律是高過皇帝的，由八百年前的大憲章開始都已經是這樣的了，這個是法治精神，西方法治精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所謂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說就算連國王連最高統治者都是要受到法律的管治，受到法律的制裁，咁先係最體現到嘅。咁喺我哋偉大祖國就未必得噶嘛，係咪？即係因為要實際嗰種長治久安咧，唔係你啲西人咧化外之民啊，呢啲異人咧翻幫咧嚇，仲係生翻添去了解到噶嘛，係咪？好啦，八月四號阿 P 張。呢位人即唔知人兄正人姐啦，佢話香港運動員今屆奧運咧，雖然攞到一金兩銀，佢喺八月四號講嘅，而家一金兩銀三銅就係咁啦。但係佢哋翻香港之後，我哋都唔好做港共嘅臨時議員，唔好做老闆啊，唔好幫港共到場搖旗吶喊啊，最多喺心裏邊默默多謝佢哋得啦。不過今屆咧好嘢啊，日本仔唔知係咪玩嘢，呢人。蘿蔔頭真係，佢哋規定咧，啲運動員完結咗佢哋嘅運動項目之後，就要離開嘅。所以你見到香港嘅運動員咧，游泳啊，何詩蓓啊，劍擊啊，張家朗啊，張家朗唔係伍家朗，伍家朗走咗啦。唔好意思啊，有少少鼻水頭先，唔係傷風嘅，呢度比較焗少少啫，嚇咁咧，嗰啲咧全部翻曬嚟嘅啦，係分頭翻嚟嘅，而且好夜好夜翻嚟添，咁即使有零星嘅 fans 咧去機場接咧，因為夜得滯咧都走咗嘅。所以咧就並唔存在呢樣嘢，不過明白嘅，真係唔好做啦，老諗啦，係咪？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嘅，精神啲咁啊，但係就唔需要自己自動獻身去做老諗嘅，係咪？咁啊，不過應該咁講啦，嚇啲人成日話運動還運動，政治還政治，但係實情，我想偉大祖國嚇。他們的政治問他們的運動員一向都是政治工具，還有很偉大的政治工具，很為祖國貢獻到的政治工具，最經典最厲害的例子自然就是看阿甘正傳都知道、最厲害的例子自然就是1970年開始的乒乓外交，那些什麼莊則棟、李富榮、那些去美國、諸如此類，這些就找乒乓運動員去做政治外交工作咯，
呢只叫乒乓外交嘛，大家都冇理由唔知噶，系咪？啊，我哋伟大祖国自己系最捻手噶，系咪？最捻手噶啦，系咪？最拿手噶啦，即系政治同体育搞埋一堆镭咧，就最捻手啊！一代宗师嚟嘅，乜代宗师添啊？系咪？嗯，好啦，另外系 KCF 君。佢話金牌唔係忘情水，而係止痛丸。話止住痛先，家下即係話香港人忘記，暫時忘記痛苦。即係香港人家下咧，就如果你搞咧，就大家可以拍下就即係拍下屎不靈先咯，係咪？或者逼你痛先咯，不含下屎不靈嘅，譬如逼你痛或者Panadol 啊，Aspirin 啊，阿士不靈，佢就唔係食安非他明，安非他明食到你懵仔咁樣啦，係咪？點講都好啦，我都想遲啲俾你食安非他明都未定㗎嚇嚇，即係嗰只咧用類似冰嘅物體咧。好啦，安非他明就好老病嘅人先會講嘅。好，跟住啊 ，W W 君，佢話一個人講獨腳氣啊，真係唔易噶。你又生鬼又風趣，好嘢，你真係冇得頂啊！哇，喺少林功夫啊，多謝你先啊，得得嚇，即係但係即係其實即係都係被逼嘅啫，即係資源所限嚇，再加上咧，而家你要揾拍檔都唔係咁易啊，走曬啦，基本上係咪？咁就算唔走嗰啲都唔敢嘅，好多都係即係實話實説啦嚇。咁所以冇辦法啦。不過我始終相信咧。人的潜能是逼出来的，民穷而后功，思穷而后功，是对的、啊、真是的、国家不幸私家幸，就是这样、就是逼出来的，人的潜能真是逼出来的、正如小弟都好似好多次同大家講過，小弟最初都唔諗住拍嘢嘅。小弟最初喺信報離開搞呢檔辦《自由報》，希望繼續揸筆去同大家溝通，我係比較中意寫嘢，因為寫嘢咧可以沉澱多啲，可以諗清諗錯之後再同大家講，再寫低。咁同埋喺創作過程咧，係因為據斟字酌咧，有啲好似畫咗一幅好靚嘅山水畫出嚟咁，嗰種最初嗰種嗰感覺嗰境界係自己最想，咁後屘因為要經營啦，因為拍 YouTube 先有收入咧，咁就迫於無奈，如果唔係要執笠啊，迫於無奈就拍片，咁啊就託賴大家支持啦，亦都慢慢咧，咦覺得拍片都有另外一種 art form， 另一種藝術嘅形式咧，去同大家溝通，去同大家 connect， 即係話聯繫。咁都幾好嘅，另一番體驗嚟。咁但係真係必須承認係逼出嚟嘅，最初唔係自己想咁樣嘅嚇。好啦，咁就8月5日，阿 M 君就話多謝青少，佢講緊余英時嗰單嘢嘅，啊即係講話多謝講余英時，安息吧，偉大嘅教授，即係余英時教授。佢話你嘅家鄉一定會就咁樣被毀嘅，希望依然係好大嘅，啊成你貴言啦。余英時亦都可以話最後一個儒家宗師，嚇、一代宗師，從此成為。一代儒家宗師，最後一個儒家就從此成為絕響啦。好啦 ，W 曾君嚇又係佢啦，啊佢都好落力嘅嚇，亦都留好多言。喂，政治打手只會啊幫極權統獨裁者打壓異己，埋沒良心，歪曲事實，係人類嘅惡魔。但係余先生就啱啱相反，佢係一位有良知同良心嘅反共學者，熱愛民主。熱愛自由，係呢個熱愛民主同自由嘅人們，就係向喺話喺呢度熱愛民主、熱愛自由嘅人啊，都向余先生致敬，十六致敬嚇，就係咁樣嘅。即係但係又講開又講啦。余英時咧就因為咁有良知、良心、良能嚇，咁咧佢嘅作品咧。之前在三中商，即係三聯中華商務咧，因為小弟最中意逛書店，我就都唔抗拒去三聯商務中華度睇睇佢哋嘅情況嘅，啊未至於去咁，因為我覺得知己知彼係好緊要。咁就發現好得一個好奇離嘅現象咧，就係阿余英時嘅作品咧喺三中商啲書店裏邊咧冇乜嘅。
好少嘅，阿錢穆啊反而多啲嚇，啊咁可能錢穆就集中係大中華交咧，即係阿余英時嘅師傅啊，多啲啦。咁啊余英時咧，佢係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咧，佢喺對中國共產黨嘅睇法都幾奇恥鮮明噶，咁所以因為咁咧，咁可能政治正確。咁又唔可以擺佢啲書啦嚇。咁啊，自從佢過身嘅消息傳咗出嚟之後咧，我又專登去三中商嗰啲地方睇睇。哇，真係冇喎！我印象中係成一本都冇曬，清咗假喎，下曬假喎，係咪咧？我希望我睇錯，我絕對希望我睇錯嚇。咁啊，順便俾多個資料大家啦嚇。好啦，咁啊，另外阿 June。佢話由清源老師下午吉祥嘅8月20日，佢哋嗰度嘅8月5日嘅25，即係我唔知佢喺香港定邊度啦。佢話你好，太陽東升西降呢個係科學理論，亦都係宇宙大自然永恆不變規律，但係用嚟代表一個國家係咪太過誇張呢？咁喂，即係大佬，我諗大家如果睇得慣小弟嘅片咧，都知道小弟想講乜嘢㗎啦，係咪？哎呀，總之咧。可以咁講，呢啲咪叫做咧，啲咪就係中共戰神啊，林彪啊，林彪係蔣介石教出嚟噶，佢喺黃埔軍校度受訓。林彪中共戰神後屘打冧國民黨啦，幾威啦！大決戰大家要睇睇啊！啊呢排香港電台有得播啦，大決戰就係講咧。啊！偉大中國共產黨點樣懟冧國民黨嘅？香港電台有就嚟會播埋呢個跨國鴨綠江，威啦！就係講。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點樣對冧呢個點樣打贏呢個美帝啊？幫呢個朝鮮啊！即係呢個咧，中國歷來最重要的一個藩屬國，最重要的一個朝貢國。所以嗰陣時甲午戰爭點解咁關鍵咧？就係朝鮮拱手相讓咗俾小日本啊嘛，所以點解咁鬼憎日本仔咧？就係咁，因為嗰陣時已經係最後一個，亦都係最大嘅一個朝鮮係最大嘅一個朝貢國嚟嘅，關係都最密切，係嘛？大家你記住啊，1988年定幾多年之前嗰陣時首爾唔係叫首爾，嗰陣時叫漢城啊！大家要記住，係嘛？阿袁世凱係做過嗰陣時韓國嘅阿頭嘅太上皇，即係喺嗰度睇住當太，即係類似 governor 咁，類似港督咁樣啊，類似總督咁樣嘅。大家要記住咁啊，所以咧就哇呢個幾緊要啦！又打贏到國民黨，又打贏到美帝，港台會播噶啦。跟住咩71咩英雄受勳嗰啲儀式又播埋。香港電台就已經可以正式改名做香港人民電台，真係除咗講恭喜都唔知講咩好啦，係咪？咁即係咁咯。即係如果你講翻林彪就嗰陣時講過，我哋要愛主，要相信毛主席講嘅嘢，要相信到迷信嘅程度。我哋要愛毛主席，要愛到迷信嘅程度，加上愛國都係。我哋愛國要愛到迷信嘅程度，真係真正嘅愛國。至高境界的愛國嘛，就是咁樣嘅，係咪？啊，明啦，終於明曬啦，係嘛？阿 John 嚇，希望你明啦。好，另外8月6日啦，去到阿 A 超嚇，佢就話長治久安嘅意思係長期亂治久且偷安。哇，抽來也抽去，抽到教人掉眼淚，靚抽啊！好啦，8月7日。MA 唔知阿媽整咩啦嚇，總之 MA 君佢就話向左轉可以豐衣足食好多金句嘅，向右轉監都有飯食，即係咁樣喎。你識揀咧，係好難講啊，唔知識唔識揀，到你揀嘅咩？有時係咪啊？總之咧，以前咧網民就話啊，識時務者危俊傑啊，即係唔係識時做者為俊傑啊？識時務者危俊傑喎。咁有啲人都喺度笑緊啊，而家應該唔係嘅，即係話識時務者為陶傑，咁都有人咁講嘅。咁啊，肯定唔會係識時務者梁家傑啦。梁家傑而家即係。好硬淨啊嘛，反而係識時務者為湯渣，即係應該係咁樣，好多可以填充題咁填落去嘅，係要玩呢啲嘢。跟住好啦，
有位 MC 君咧就话吓，你个面有啲黑喎，如果可以喺前面打啲灯又会好啲。嚟而家睇到今集应该好少少啦吓。咁就话另外一位八月八号啦，Y Lam 君佢都话背景啊白光残眼，而家减咗啲白光啦，大家睇到可唔可以转用黄光咧？而家尽力而为噶啦吓，会尽力改善，不过系资源所限咧，而家可以改善嘅咧，小弟都即刻从善如流嘅，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總之盡力而為是做到多少得多少。還有一位 M 汪君呢就是說尤生新的畫面好像倩女勾魂一樣，哎呀真的，我之前剛剛講到黃祖賢真的呢開口中黎明請你不要來，星星請你不要來，华仔请你不要来，学友都请你不要来，是不是这样呢？哎呀哎呀，好像黄祖贤咁，而家咁爱国，个典范嚟咁啊！之前又咁靓女，只脚又咁长，四十几寸都几好啊！前女勾痕啊嘛，勾魂咁样咧都唔错。不过我知啊，即系呢啲系用即系。搞笑的形式提醒小弟的，現在小弟都改了一點，希望真的好一點，眼燈在這裡打來，希望好一點，就令到大家覺得舒服一點，就希望今集大家看得舒服一點。總之小弟一定會聽大家意見，一定會盡力而為，盡力去改善，不過與此同時都要特別提請大家一句，即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多多體諒，真係資源所限，做得幾多就得幾多，如果未能盡如人意咧，就只可以話但求無愧於心啦。好啦，今集講到呢度先啦。總之好多謝，好多謝大家嘅支持，有你哋嘅支持，小弟一定會竭盡所能，諗盡辦法去繼續堅持嘅。好多謝，好多謝大家，多謝曬。